就准备放网了。这个网放好了，我们就开始拖，大概要拖2个小时左右就起网。上来了，上来了啊！精彩时刻即将来临。把那公马公我我。最晚拖2个小时左右了，我们希望能够有多好的收获。哇哦，看东西很多的，哇，看好看好啊。那两张网同时下货，哎呦，哇太多了，哦，堆积如山哦。最晚的收获看就不错哦。我们把网放下去之后，就开始在里面淘一下，看能不能淘出什么宝贝来。现在我们开始淘宝。这么大的白螺，哇！这个我们捡起来自己吃的。哎呦，有个大虾！哇，这个什么虾这么大？哎呦，哇，两个手指大螺，哇，漂亮漂亮，哦。挖了差不多了，也没什么大货，师傅忙要开始挑拣了。
他们挑拣完之后，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晚的总收获。这些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晚的收获。哇，这一晚的收获非常不错哦，那个虾都有六筐了，还有这个鱼闸。我们虾清洗干净之后就拿去打冰，就是冻起来保鲜的，现在准备拿过去打。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第二晚的捕捞情况的话，就请点关注。